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节目。今天是2017年7月3号啊，今天台股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啊，台北的天空乌云密布，下起了倾盆的大雨，未来的股市如何研判，我想这大家最关心的。那我们在讲股市之前，我们先看到这个讯息，这是今天盘中啊有人啊这个发给我看的，那我看了说真的我是蛮有感慨的啊，那不晓得各位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啊。这是一个分析师啊的一个道歉的一个文字啊，说真的我们看了是觉得很不舍啦啊，当然有人会觉得说这样是可能很逊啊，错那么多啊，但是就我个人而言，我给予100%的肯定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哪一个分析师做错会给你道歉呢？说明应该跟他给你肯定哈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东西哈，当然因为他已经在啊这个 Light 里面公布了，所以我想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啊。来看这个东西啊，今天有分析师说啊，他做错了啊，这个大雨啊，股票大跌啊，他跟会员做一个道歉就对了哈。好，当我们看完这个讯息之后，我们来想想一个啊这个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大家想想看，大雨跌那么深啊，当然一定会造成很多人的伤害。我们看大雨哈，好，我们看大雨的股票，这一波大雨股价是这样跌下来的哈，它是从啊264跌到今天的啊这个低点是108元。好，那我们看跌那么深之后，你想想看，股价跌那么深了，那想想看会不会对很多人造成伤害？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方向来思考，大雨这样跌下来，那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开这将近60%的下跌？我想这绝对是可以的。那我们看另外一张股神图哈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再看一次哦，你再看前一张，再看这张有什么不同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来，这是股神图，这是啊这个一般的 K 线。那你看股价这样跌下来，那跌的过程里面，如果有人提醒你、警告你，你一定可以避得开啊。那当为什么这档股票没有避开？当然觉得很可惜。可是我们来思考一下，下一次如果你碰到这样的股票，那你用什么方式来避开这样的下跌？我想这是你最关心的。来，再看一次哦，这这样跌下来，我们看下一张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股价是这样跌下来，对不对？哦，跌下来，那我们只要怎么样？当然这一段也涨了一倍了哈，从110几块、120块左右拉上来，涨到264，已经涨超过一倍。那我们看高档转空之后，原来先出现一个反压，接下来怎么样？慢慢往下掉啊，最后三线跌破走空跌下来。那到今天是7月3号，这个空头格局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任何的改变。我再讲一遍，这个空头格局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啊。当然，买到这档股票的人受伤了，我们觉得很可惜。那更要注意的是，你下次碰到这种股票，你要怎么样避开这样的风险？我想这才是你最关心的啊。当然有人会说，股神系统，哎，感觉真不错哈，你再看一次哦，哎，这样跌下来，那其实你可以避开啊，不是吗？你不但可以赚到它这一倍的钱，那你也可以避开这样的风险，那这不是是不是你所追求的？是不是你日夜梦想所追求的东西？那如果是，你就找到了，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事件，说真的，很多人会觉得，哎呀，好像用啊这个软体，用一个很高档的软体，会觉得很丢脸，不是自己做的，一定要靠自己的人脑去想啊，做的股票才是很光荣的，没有这种事啦。啊，你去本子一刷，你变1000万变1亿，你就是最光荣的；你本子一刷，你1亿变200万，你就是最俗辣的。股票市场的输赢是看你存折了多少了，跟你过程没有关系，你用什么方法做，你跟谁做都没有关系。你赢了你就是英雄，你输了你就是狗熊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，前阵子有一个啊这个马云啊，就阿里巴巴的马云，他对啊人脑跟电脑的对弈啊，现在阿巴狗打败了韩国的棋王，打败了中国的棋王，他对这个事件他讲了一些话。他讲了什么？我们看这个马云说，人脑跟阿巴狗跟电脑这个对弈其实是一个悲剧，他用悲剧来形容。他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悲剧？他的想法是什么？他说，发展人工智慧应该是要解决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，而不是要让机器去模仿人啊，最后你在人跟他对战啊。他觉得这样的话是一个悲剧了，他不认同这样的做法。他觉得应该是让人工智慧来帮人类解决处理不了的问题啊，比如说什么问题？比如说啊，这个很高温的工作环境，你不想去，还找不到人，那你让机器人去做嘛？现在不是鸿海都很多机器人工厂，晚上也都没有开灯，你机器人不用看啊，它是用啊这个设定好的位置去做，它不需要灯光。
所以它用机器人可以取代人类，你也不用怕罢工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那马云还说什么？他在讲电脑，他说哈，他说这个电脑他的脑子啊比你算得更快，当然这不用讲，他的记忆比你好，因为电脑是不会忘记的，在电脑里面要找，一下找到。人脑有时候在想，哎，我玉啊，我昨天中午吃什么？他忘记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觉得不重要，把它忘记了。电脑是不会忘记的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他讲的，说他脑子比你算得快，他记忆力比你好，他还不会有情绪，不会有罢工，不会请假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搞得过他？他还讲阿帕控，所以人脑跟电脑的对弈，他觉得最后是一个悲剧了，没有必要这样，用电脑来帮助你就好了。其实，在股票上也是一样，我的看法在股票上也是一样，用这种方式啊才是对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，所以我常常跟他讲，你要成为股市赢家，你要有一个正确操盘工具，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操作观念，用这两个做基础，你才能够成为赢家。那工具当然就是股神系统，那观念是什么？投资朋友，观念很简单啊。有啊，张一鸣股市一路，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操作观念了。当你有这些正确操作观念之后，你就不容易啊做错了。很多人买回去的时候还很开心，他说每天都翻，每天都看，让这些观念不断不断改变自己一些错误的想法，对他将来操作帮助很大哈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很多股票，我们刚刚讲过，有的股票跌下来的，是不会有任何人跟你道歉的。你现在从这档股票开始看起，我们刚刚不要讲大宇，从大宇之后到现在，这我所举的下面这些股票都跌很深，两成、三成、四成、五成都有，但是绝对不会有人跟你道歉。那你注意看看有没有？你看这股票跌了几成？哦，跌那么深，跌快半年了，有没有人跟你道歉？没有哦，这个一样，沥青高点134，今天跌到85。那你想想看，这股票跌下来，请问谁会跟你道歉？那有没有很多人操作？一定有啊。涨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沥青，跌下来都没有，哎，都没人有啊，都没有，鬼才有了，就对了，很奇怪哈、哦，也没有人做了，真的见鬼了哈、哦。来，我们看台盛科有没有啊？我记得啊，我刚发开始、啊、做 Light 的时候，那、啊、有一个人啊说到台盛科，那我就说台盛科转空了啊，那转空讲完之后，隔天涨停板，他就三字经就来了，给你干，就说他三字经都是骂了，我是觉得很无辜，我没收你的费用。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缴钱给我？我缴钱给我被你骂就算了，没缴钱给我，骂什么骂？但是高兴就是他那么一天而已。他骂我那天，这几乎是最高点，最后的逃命点。他不逃，来在哪里？在这里、啊，就在这里嘛，哈、哦，这个点。啊，那隔天涨停板，我说转空，没错，就转空啊。隔天是几乎最高点，涨停板啊。那你隔天不卖就最高点，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咚跌下来了，今天剩77。所以想想看，投资朋友。这股票如果你不卖，对不对？这里跟你讲转空，转空啊，这个反弹涨停板没错。可是如果你没有卖，隔天最高点，然后开始嘣嘣嘣嘣嘣跌下来，那你告诉我这个伤害会有多大？你现在这个伤害有多大？没错啊，不早就要出场了嘛啊、哦！可是有些人不听话，没办法。同志，你看这股票是跌半年哈、哦，从330块啊跌下来转空到现在187，这就跌五成了。投资朋友，请问一档股票跌五成了，谁跟你道歉？没有人买，这股票都没有人买，很奇怪啊！你发现有没有？台面上没有个分析师买，他们大家都没买，都没啊、哦！跌五成的股票没有人买了，很奇怪了啊、哦！也没人跟你道歉了啊、哦！来，浩鼎，你看这一下327转空到现在236啊，已经跌不了跌几个月了哈、哦！啊，有人在说生技股票大涨了，大禹之刚讲过的，金星科也是一样。哦、我记得前阵子有一个人啊，好像每天都在发金星科赚钱啊，恭贺恭贺恭贺啊，恭贺到今天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股价不对了嘛，跌下来了嘛，套牢怎么恭贺啊？但转空他不知道，他以为说这个很强啊，卖出去那出现的时候他不知道，这两个反量一出现他不知道，然后就跌下来了。现在135，你看是不是套两个月了？很可惜哈。来，劲风这股票挂牌88啊，拉到88最高，然后开始跌下来到今天转空到现在啊，今天是64啊，最低点是58。那你看这样一档股票跌下来，是不是很多人都受伤了？可是很多人受伤的过程一样啊，没有人买，也不会有人跟你道歉，算你倒霉。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投资人很不公平哈、哦。好，论泰新一样哈、哦，有没有人说他买论泰新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每个都没有论泰新。宏达电，宏达电是啊，台股啊最大的灾难，百年来啊，台股从有股票到现在最大灾难，那档股票叫做宏达电，所以很多人想要买宏达电，喜欢宏达电，我不晓得他是脑袋在想什么，来想想看来。1300跌到最低40.35，
这一段跌了97%、啊、其实应该是98%左右。那你想想看，所有买进宏达电的全部套牢，全部套牢，懂意思吗？没有一个赚钱的了，几乎了哈。现在当然现在反而70块左右了。那你说你是买在40啊，很厉害，你刚好赚到现在70块，好，那你最厉害啊！你1300也没卖，1200也没卖，1000也没卖，900、800、700、600都没有，你买在40块，哦，那你是股神。那我你也不用看我节目，你那么厉害，不要看我节目，因为我也没办法帮你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看这辆股票跌那么深。跌了这个80%左右，好，就是8%了哈。来，台股史上最大灾难，为什么它史上最大灾难？因为市值蒸发1兆，一兆的意义是什么？对，你知道一兆的意义是什么？一兆的意义就是哈，这档股票输1000万的人，光这档输1000万的人有10万个人，光这档哦，输1000万的人有10万个，你看多可怕，市值蒸发掉1兆。那请问谁买了宏达电？哎，没有人买，全世界都没有人买宏达电，很奇怪啊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出来道歉了、啊，不是吗？谁买了宏达电？不知道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最高点的时候，1300的时候，啊，巴克莱说什么？巴克莱说调高目标价到1650了哈。我们看下一张，这个野村说啊，调高1500了，啊，那么调高到目标价1500。好，那你看哦，还有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叫星光集团哈、哦，星光金。星光金买宏达电惨套，他说损失有限了，你相信这种鬼话吗？好，来，你看下一张，知道不多了哈，损失多少？损失55亿了，光一档股票损失55亿，然后新售找员工顶罪了，所以想想看，投资朋友，一档股票可以损失55亿，55亿，一档而已，你看多可怕哈！来，那你想想看，这多严重的事啊！所以你再看看张一鸣股市一路，你看这些东西。你看了以后，你会真的很感动。在你股市都有跟你讲过啊，来，不管钱多钱少，方向错了就是散户，有没有错？你再看一下这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宏达电、星光金不是很有钱吗？去买宏达电，买1000亿以上，光一档股票不就赔55亿？他不是大户吗？我这边有，他是大户啊，没错啊。可是他是散户啊，他是有钱的散户而已啊，不是吗？钱多的散户更容易犯大错。为什么钱多散户更容易犯大？骄傲嘛。老子钱多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跌下来就有关系了，那不是吗？你看这形容的多好，不管钱多钱少，方法错就散户。你不要以为你有1000万就大户，错了啊！钱多的散户更容易犯大错啊！你今天你有5亿，可是你还是一样，你多空搞不清，你就是散户。那因为你钱多，你更容易犯大错，骄傲嘛！哎，老子钱多，你试试看呢、啊，你买宏达电试试看呢、啊，50亿就赔掉了。星光就赔掉50亿的、哦、有啊，这报纸写的不是我讲啊，55亿啊，不是吗？星光金不是啊，买宏达就赔掉55亿嘛哈。好，来在这里，张一鸣股市有263，操作不怕钱少，就怕做错边，常常做错，大户变散户，散户变平户。哇，投资朋友，你看这讲的多好。那如果这样，你就1000万、2000万，你会不会很警惕？哎呦，张一鸣有讲过哎，讲过什么？操作不怕钱少哎，就怕做错边哎。常常做错边，大户变散户，散户变平户。哎、欸，张敏有讲过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再看，做错方向就像啊，的股票就像无底洞一样，再多钱都填不满。不要以为钱多就可以长期等着来抗战了、啊，等它股价回来。所以今天看，想想看，今天的星光宏达电，哎、欸，股价能够回到1000块吗？能够回到1300吗？你就不要做梦了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懂意思吗？哈，好，再看下一个，你看它股价这样跌。后来跌了98%左右、哦、你看这样跌下来1300跌到71，这样71哦，后来是跌到40.35、哦、好，再来，好哦哦，天哪，原来这格局早就不对了。那你去买这种股票，你怎么会赢呢？投资朋友，你当然只有缴学费的份呐、啊。所以，像你看到这张图，那你再看看宏达电这样赔，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觉得你赔宏达电是赔的很不值的？多少人赔了1亿，赔了2亿，赔了3亿，一大堆人呢、啊？那你想看你这股票，你不觉得你就赔这种格局，赔这种股票是很不值得的吗？对，很不值得、啊、不是吗？你不应该赔这种股票的、啊、这什么格局啊？这不是空头格局吗？那你怎么会去买这种股票呢？来，我们看下一个，高手事不做，第一个反压在前不做。为什么张一鸣要讲特别讲张一鸣股市一路590折？那你想想看590折，跟你讲高手事不做，第一个就讲反压在前不做。那反压在前多重要？你想想看，为什么说反压在前不做多重要？来看下一张。哎呦，宏达电1300最高点在这里啊、哦，这是民国100年啊，这是
6月2号的图、哦、当时截下来，你看在这里最高点1300，反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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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短短一个多月内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反压出现了，请问这多头还空头不转空了吗？所以如果你懂这个道理，投资朋友在12001100你早就跑了，对不对？你早就跑光了，你要再进去买宏达电吗？那你看宏达电这样跌下来，跌了9几%，现在60-70块，请问谁跟你道歉宏达电呢？所以我们刚说那个分析师敢出来跟大家道歉，鼓励啊，肯定啊，你不要去觉得他不好了不起 啊，虽然他这档股票做的不是很好，没有错，但是你看宏达电多少人买？我记得我那时候每天讲宏达电，几乎啦，每天讲宏达电。后来很多观众看点来讲，来老师你卖个贡啊，我都知啊，我们都知道你不要讲宏达电的啦，你每天讲宏达电，你节目也没什么好看的，我每天看你讲宏达电，不可以买，不可以买，不可以买。你讲多久了？讲一年了，不要再讲宏达电了，我们要听别的股票了。你看我讲宏达电讲这个样子，我在这个印象非常深刻。观众在打电话进来，老师你卖个贡宏达电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宏达电不能买啊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你看好来。啊、你看这个新闻啊，这个事件是啊，2013年7月10号下午8点36分啊，一个好朋友发的啊，叫张光福，宏达电下跌多少才可以买进？同学立马帮帮忙，他问我这个股票到底可不可以买的？他为什么当时问我这股票可不可以买？因为当时股票从1300跌到200，所以如果一档股票1300跌到200，大概没有一个人跟你说不能买，每个都跟你说可以买。张一鸣跟我的好朋友说什么？买。有啊，在这里、啊，2年前了、啊，这当时就是2013啊，我回答他的，我跟他说深不见底，资料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有没有？2013年7月10号、20号、10号问的，20号回答他，恐怕深不见底，深不见底。今日解盘都有说了，我说这股票、啊、深不见底，就一年后才发现，哎，这个新闻啊，有没有？2013、2014年，哦，一年前的我，你看，哎，果然没有错，深不见底哈、哦。来，你想想看，当时他在哪里问我？他在这里。有没有？然后他在这里问我，已经跌了啊，这个、啊、70-80%了、哦、他问我说：“这个跌到这里的、啊、那可不可以买？”我跟他说：“不能买。”后来呢？后来你看，他当时已经跌了、啊、这个、啊、70-80%了，那我就跟他说不能买。结果再跌多少？你看再跌多少？又跌了87%。投资朋友，你看多可怕！你觉得跌80%够了？哎，再跌80%，天哪！200跌到40，40.35，所以不能买的股票就是不能买啊、哦！当时架构是什么？就这一段了，就这一段，当时就是这一段，那这一段是什么格局？有没有？这一段就是空头格局了，所以就不能买，就不能买了哈。来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说分析师最高尚的任务就是辨多空、查真相、说真话，使魔鬼无所遁形。但是能够说真话的人真的很少，说真的，啊，能够告诉你正确方向的人也不多，啊，那我想今天我把这个看由这个世界。啊，同行这个事件啊，想到宏达电这档股票，啊，想到宏达电跌下来，从来没有一个人道歉，市值蒸发一兆，啊，1000万输掉1000万人，有10万个人，可是没有一个分析师道歉过，哎，都没有人做这档股票，台湾都没有人做了，因为分析师都没有带这档股票了，你相信吗？都没有，所以股市里面说真的是风险很高的，操作过程一定要步步为营，啊，未来的台股应该怎么研判？我想这是你最关心的，还有很多人的问股，我们广告会跟大家讲。很多人的问股票，到底这股票怎么看、怎么操作？我们广告一下，回来跟他讲你们的问股，还有台股的未来我怎么看。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，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多空双向操作，创造最大利润，精准掌握股市脉动。轻轻松松，助你迈向财富人生。致富专线02-2500-6999，02-2500-6999。大鹏展翅振高飞，宇宙翱翔万物归。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，获利是我们的使命。大宇国际投顾带您翱翔股市，轻松致富。02-2500-6999，02-2500-6999。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。避开投资陷阱，多空双向操作，创造最大利润，为您打造梦想的财富。02-2500-6999，02-2500-6999。
好，欢迎回到现场。然后我想大盘未来架构是什么，大家都很关心，那怎么来研判？我们看看股神系统所显示的格局，来，我们请看。好，我们看大盘的格局，目前是什么？三条线里面你发现哦，这两条线哦，第一线跌破了，第二线啊，昨天跌破，今天在零轴附近，所以这三线架构说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脆弱啊，我想这个我不用多说，你一定看得懂，三线的架构非常非常非常的脆弱。那你想想看，那如果是这样，你想想看，你在做股票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你很安心吗？你这时候买很 OK 吗？好像不是这样哈。我们看电子股，电子股就打2300了哈。好，我们看电子股的格局啊，不知道它到底跌破没啊？按一个 F2 就可以跑出来一条线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说目前的格局，第一条转空，第二条也转空，第三条翻多，所以这个格局还是非常的脆弱了哈。三条线已经破两条了，投资朋友，当一档股票三条线破两条，你觉得这个好吗？我想我不用多说，你看得懂了哈，这股票是格局不大对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看金融。好，金融股里面也是一样，第一条线始终都没办法翻多，还在空头格局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大概就知道了，在操作上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，非常的慎重。好，开始解答大家的股票哈，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股票，大家问的股票，最关心的股票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一档宜进啊，这是张明什么问的哈，我们不把他名打出来的。删掉一个字，一进目前往上反弹一波，反弹的过程第一条线在空方，下面两条线翻多，所以它是什么？它是一个空头反弹格局而已啊，已经反弹到这里了。那如果将来这条线翻多会怎么样？还是很短，第一条短，第二条、第三条长，代表上档反压沉重。所以这个股票说真的我并不建议，原则上我不会操作这种股票，因为这种格局不大对，不是很健康的股票。我们看下一档。好，这是你加什么问的哈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第一条线空方，第二条、第三条翻多啊。那目前下档有两个买进讯号，所以它是啊，算是一空两多的格局，原则上是空头反弹格局而已哈。那这个架构并不是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们说这个要小心一点哈，这个格局并不美。那我们通常我们在操作股票的时候，原则上我不会操作这种股票，要我就挑三线都很完美的。因为不好破我们就不要买它，我们跟它没有什么关系。说要买的股票一定买最强最好的，啊，不好我就不要买它，我干嘛一定要去买这种股票？哦，那我们来比对一下好了。好，前阵有跟大家讲过一档股票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来看这两档股票有什么不同？好，那我们用电脑画面两个做一个切割，来看一下这两档股票有什么不同。啊，这是这个小姐问的股票叫做易威哈。好，那这股票就是一个一空两多的格局。那我们再看右边这股票。啊，这股票是前阵我跟大家讲过翻多股票的至上，你们看三线都很漂亮，有哈。所以同样的，如果你要买这股票，哎，在这里就是买点了，那，啊，不是很漂亮吗？那你干嘛去买这种股票啊？这种股票好像又不是很漂亮了哈，意味有没有？所以两档股票一比，那我想你就有答案了。啊，哪一档股票好？反正也不会跟你开玩笑，也不会骗你嘛，好就好啊，不好就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股票很显然的啊，这格局是啊漂亮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再看一次哦，你们这格局漂亮多了。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挑另外一档，相对它就没有这么漂亮了。你会发现有哦，这有没有差？明显有差，对不对？这绝对有差嘛，哈。哦，这是不是很漂亮？是不是三线翻多的架构？那，啊，这个呢？这个就有差，这个格局不大对啊。所以我们在操作上，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这种股票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我们看下一档，鸿海，鸿海多头格局了，没问题哈。好，接下来旺宏。万宏的问题下面有很多买进讯号，没错哈，一二三四五哈，所以他好朋友很多。可怎么样？可三线不强，第一条线就在零轴附近，第二条、第三条也差不多啊。所以他虽然有很多好朋友，但是他怎么样啊？三线的架构非常的脆弱，这相对是比较不那么健康的哈。我们看下一档联强，好，联强可不可以买？我想我不用多说了，你已经看到了啊，乌云密布这种格局，你看。反压几个？一二三四五，这么多反压，你觉得你买会赢吗？你觉得你这种股票你做多，你有机会赢吗？我想应该 不容易赢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这个反压太沉重了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哈，赶快下一档，台光跟刚刚讲一样，问题一样哈，涨一大波了，第一条线刚刚翻多，所以目前形成第一条短，第二条线的长，代表上档反压沉重，它不是一个健康的架构，懂意思吗？这个架构是不健康的。那不健康为什么？那什么是健康？你一比就知道，两档股票哪一档不健康？当然是
台光电不健康啊，所以这种股票我们原则上我们不建议大家操作了哈，不是很健康的股票。建通空头格局不用看了，这不对。科成，哇，你这个买这股票，成灯什么买的哈？你看现在看这股票还在高档整理，股线快掉破了哈，第二条已经跌破了啊，所以你看这股票有没有很漂亮，有没有很健康的架构？很明显它不是一个健康的股票，那这种股票我们就不建议哈。好，接下来通开这不用讲，三线跌破了哈，避开哈。沥青，哇，天哪，乌云密布，反压重重了哈。再看一次有没有乌云密布，反压重重？你买这种股票你怎么会赢哈？来下一档，新日新啊，昨天礼拜有出现一个反压，今天把反压处理掉哈啊。但是怎么样？什么问题？股神线还是不长啊，第二条、第三条都在啊，刚刚啊在零轴附近刚站上而已。所以这股票很显然大涨一波之后啊，准备要休息，然后逆势拉抬一波上去。但是我觉得这种股票啊，逆势拉抬上去啊，但是相对的股价能不能走很远啊？这架构也不是很健康啊，你看就知道哈、哦。所以这股票原则上我不会碰了哈、哦。来，我们再看联立光，当然不行啊，三个反压了，股神线慢慢往下面修正了，反压已经出现了。那同样价位出现很多反压，四二点四、四二、四二点五，这里的反压就四二。到 42.5 附近就非常沉重啊，反压非常沉重的股票你要去买就要小心。那什么情形能够突破？跳空带量长红，就这两个条件。那如果没有跳空带量长红，而且要三线半多突破，那对不起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整理，甚至有可能跌破、哦、小心、哦、来、啊、这个呢，这个材料好不好？这三线都在零走怎么会好啊？你看下面两个线半多，第一线、啊、在零走附近挣扎，下面有好两个好朋友没错，但是第一线太弱了，所以我们这股票不是很健康的股票哈。好，凯盛格局对吗？好像不对哈。啊，股价创新高没有用，股线根本拉不起来哈，小心点哈。这感觉力气将近来，精彩啊，这是面板精彩 ，OK 的哈。这是多头的股票，缺点第一条线比较短，因为下面两条比较长，第一条线比较短一点点，所以上档买量比较沉重。但是多头股票，这个呢，汉讯哦，汉讯怎么这么强？投资朋友。汉讯是不是我前天跟你讲的鸿海集团最强的股票？我记得啊，第一天录影，第一天呢、啊、开录影的时候就跟大家讲，二十八号就跟大家讲，鸿海集团最强的叫汉讯哦。你看我讲完之后又拉几根停板了，你自己看哈、哦，有几根停板哈、哦，好，太强了哈、哦，这个多头格局是漂亮多了哈、哦。来，春上不对了，这格局不对了哈、哦，转空了。月峰多头不强。那它现在 62.5， 你看反压，反压在哪里？有啊， 64.3 67.6、啊、马上涨上又碰到反压、啊、那目前三线架构并不强、哦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，我不会挑这种股票、啊、晶圆一样又来了、啊、拉一波了，股神线拉不起来、啊、我想问题我已经讲过，这格局是不对的、啊、来、啊、华汉目前三线翻多，大跌一波之后修正到这里三线翻多，反压呢 383.5， 今天刚好 383.5，碰到反压区要跳空带量长红突破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长红棒，也没有跳空，所以会被这个 383.5 压着打，压着打。如果没有跳空带量长红 就会比较不利。好，这洪小姐问。好，易华电、啊、这是对的，格局是对的，缺点就是、啊、第一条线不是很长、啊、下面有很多好朋友，这不大容易跌，但是、啊、格局、啊、不是很漂亮，因为第一条线、啊、不够长，那后面要线要拉起来补起来，那才会继续往上攻、啊、这是黄先生问的问题。巴黎，哇，这不用问了，还要你问到巴黎股市的哈，你自己看就知道，反压重重啊，很严重哈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投资朋友，我们今天就暂时进行到这里。那你要加入我好朋友的，记得看这个 line 哈，看这个 line， 打一个小老鼠啊，再加一个 A B C 的 A 啊，这两个都要打哈，小老鼠再加一个 A B C 的 A， 那我们公司电话25006999，你用 line 去搜寻这个 ID 嘛，小老鼠 A 两个都要哈，缺一个就不行，小老鼠 A。然后25006999、啊、你用 ID 码搜寻就会找到我，找到我之后你就把它按加入好友、啊、从此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我的 LINE 的各项讯息的发布、啊、当然也感谢你的收看，今天直播因为第一次开直播还有点不顺利，声音刚刚没出来、啊、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是张宇明，大宇国际张宇明，感谢大家，我们明天再见。股神操盘室五大信誉保证，绝对永久有效。一、持股五档以内；二、带进一定带出；三、持股未出脱，传真稿一定追踪；四、不吹嘘、不说谎、不行骗；五、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、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。
股神系统灵活操作，让赚钱不再是您沉重负担，让投资转变成您致富财源。大宇国际02-2500-6999 2500-6999。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，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多空双向操作，创造最大利润，精准掌握股市脉动，轻轻松松助你迈向财富人生。致富专线02-2500-699902-2500-6999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。